你们时常用金武的那个会馆啊？没关啊。啊，没有用啊，就是打广告嘛，没有用啊。像现在有什么活动吗？那边就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活动吗？没有什么啊，没有人用啊。这样请问它有什么历史的价值啊？还有以前打古的，那个什么，还有古诗，我今天有去古玩的话。 现在只要比较冷静点的，前几年受人家兴奋啊，不用这个说，好几个人呢，我是没有人，就是帮，前几个，哎，这边都是关系，我先看看，他们有没有来，他们回应没有啊？
Okay.